记你坐完月子恭喜。谢谢，满月。满月可以出门。庆祝满月的户外活动。嗨，恩雅。这是个蛋。给我看。哇，超大的，好想去。可以吃。那个可以吃吗？好，我们带回家吃好不好？好，拜拜。拜拜。嗨，大家好，我是老幺爸 Steven。今天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来到我们家附近的大湖，来这边采草莓。季芳的朋友一分。他们的家庭很客气，有邀请我们来采草莓。孩子们，你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OK， 我们要开始。走，我们走。所以你们这边有前面跟后面都有，对对对，是吗？对。哦、okay。好，继续。拜，我要去喂 baby 了。对，家庭比较好听。OK。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喜欢吗？喜欢。可以吗？好，一芬阿姨，你刚刚说要怎么看？红色的要全红的，大大小小都采。OK， 一人走一行啊，这样才能装满。是因为前几天下雨嘛？下雨对，所以小心一点走路。好，来，好，谢谢。Adeline， 多久以前你来采草莓？是不是丽莎很小的时候？对，好像只有到丽莎。对不对？还没有恩雅的时候，所以有可能五年前，对不对？四五年前，对。All right， 加油加油 ！Hi Bethany， 嗨。你记得上一次我们拍草莓那个影片的时候吗？记得。在里面那个时候你有解释要采什么，不要采什么。对，那个时候我六岁，所以讲话没有很标准。哦，都很标准，好吧，很可爱。太白了。要全红的。Hi Sarah， what are you doing？给我看一下，哇，这个很大颗的，哇，全红的吗？对，我好想吃，我好想吃，拿回家吃。OK， 好，要装满满哦。好，回家有丽莎，耶，好棒！嗨，采到草莓了，那是红红的吗？对，看起来很好吃。孩子们呢？我看一下，好多，好多好多。给我看一个还没有熟的。对。OK， 然后一个全熟的是。对。你怎么知道？全红的。OK。Good job, girls。这一分现在3月20号左右，对不对？对。平常是到什么时候？原则上，草莓。可以到将近3月底4月初那个时候。OK。对，因为最近这几年越来越热，是，所以草莓是没有办法就是撑太久。对对 ，OK。所以差不多就是12月到3月左右。OK， 一开始热的时候就结束了，对不对？对对对。Okay。 然后尤其是下雨，梅雨季节来，草莓就会坏掉，会变软，对不对？就会对，很容易受伤， okay。 那更难管理。对，谢谢你们今天的邀请，我们真的很喜欢。给我看你的 strawberries， 好多好多。恩雅，给我看一下。你们来玩也很开心。哇，好多！请问恩雅，你大概可以吃几颗？一点点。一点点。好，我先来帮。来一些草莓，好想要吃就吃。还是要洗一下啦，有风沙啊。好好好，我到时候再洗再吃。Can you help me take this one? Olivia, it's really big. 帮我剪好不好？ Olivia， 那超大的。对。少辅，你要做什么？我去买冰淇淋。小孩子制冰，然后拆草莓。草莓好开心。哇。嗨。还好吗？还好。很多吗？很多。超多的，而且前几天有下雨了，还有这么多。来来。有没有戴帽子？太阳不够大，而且帽子有一点挡到路。OK。Adeline's alone in strawberry fields, all her life, la la la.
Hi Bethany. Hi. 怎么样？很差很多了。有没有很高兴？有。哇哇！现在 Bethany， 我们正常休息。对，我们要把这些把拿到没有太阳的地方。要去吃一些冰，好不好？对。Hi Lisa， 你现在在做什么？吃冰。好，你先拿一些草莓进去吃冰。OK， can you take some？ Take the 那个。慢慢走。谢谢。慢慢走。OK， Sarah， you wanna go inside？ 去吃冰。Hold my hand， two hands。我笑一笑。Thank you。You're welcome。这是大湖。有名的那个绵绵冰，很多不同的料，然后他们有名的有那个手工的圆子，是吗？对，还有珍珠白色 QQ 的，这是他们手工制作的圆子。OK， 对，那上面这个白色的就是冰冰，对， okay. 这绵绵冰，对， wow, 对， okay. 台湾的古早味，是古早味，我们喜欢，谢谢，对，都不同的口味。Sarah， what do you say？ 谢谢，谢谢。OK， 过来吃。百香果。很冰吗？嗯哼。So Adeline, Lisa, how is it? Good. Good. 那是什么口味的？这好像是巧克力。哇。这个好像是养乐多。养乐多。再看一下。Ooh, that sounds nice. 你们在喂彼此吃吗？嗯。How sweet. I'm trying her. Sarah, how is it? No, that's good. 好吃吗？ I'll get a small bite. 会不会很冰很冰？安妮亚，你在吃什么口味的？哦，你喜欢吗？喜欢。等一下，爸爸可以吃一口吗？多扎比的冰，这个是美国没有的东西，所以在台湾一定要试吃，要吃吃看。花生、绿豆跟冰。哦，很冰，很甜，很好吃。谢谢，这个可以当一个餐，这个会很饱。哇，有很多的配料。对啊，很好吃。嗯，这个是百香果口味。嗯，你看我拿一个草莓。嗯，哦，好好吃哦。那个水果香，对不对？有点。对啊，酸酸的。酸酸甜甜的。对。你刚刚喂完 baby 出来吃冰一下，对不对？对啊。草莓冰。嗯。That's it。冰加这个草莓真的很好吃。嗯。安慰我的心。这是什么草莓味？这是白草莓，就是不同品种。已经熟了吗？只要有稍微粉红色就熟，它不像一般红草莓是要整颗红。然后还有它的籽红了，这边你看都一点点粉红色，其实它就是可以吃了。它的香味，它的香味就是闻起来像水蜜桃。然后这个草莓，我们家种的这个品种，它吃起来比较软。OK。嗯，好吃。有正常的那个味道吗？还是有点不一样？不一样，比较香。是吗？对。白白的，我以为哇，没有甜。Really has 水蜜桃的味道。真的。Hi Joanna， 你在吃什么？我要吃白草莓。OK。好吃。很雅，你觉得白色的草莓怎么样？很好吃。很好吃，对不对 ？Sarah， 给我看。嗯。Lisa， is it good？你有吃过白色的草莓吗？没有，吃过没有，有没有？第一次吃了。第一次吃，因为有不一样。嗯，那样，真的那个味道很像水蜜桃的味道。Bethany， 你很高兴，我知道为什么。嗯。因为你很喜欢抱妹妹。对。以后你会当很好的妈妈。谢谢。吃那个。白草莓。耶、yeah, ，谢谢。嗯，软软的，香香的 ，nice。嗯，白色的草莓。哦哇，
没错，那个香味不一样哦。I like it， 我喜欢，有不同种类的一些变化，很不错，好吃，好吃。这都是我妈做的，她超爱哈。你就是在山上的话，你可能就看到的是这样。是。我们对，它这种。家也是，这个是司马库斯。对，高海拔的。Jenna， 你有看过类似的吗？有，阿伦也在司马库斯捡到一个。是吗？对。哇，我们英文会说 Your mother has a green hand， 你妈妈的手是绿色的，绿手指，因为她很会种东西。对，这都是她种的。小的摇，嘿，小小力的摇，来不会。Good job。哎，你们找到车子了，太可爱了。以后你们需要工人的时候可以扣一下，等一下要拿回来哦。Adam， 有用车子吗？还是一个 basket？ 我有用车子，是吧？因为如果我蹲着，我脚不知道要放哪里。是那个车子你怎么移动？是用脚踩，底下有笼子。哦。That's cool。 你们今天好像采了一整年的量的草莓，对不对？就是每天都不吃，对。哇！刚休息一阵，现在刚才开始采。加油！Bethany， 你这样子太爽了。对呀、啊。你喜欢抱妹妹吗？喜欢啊。她现在要睡了吗？对呀、啊，她累了。OK。去睡觉了。好，那现在要把它放去 basket 里面，把它 buckle 住。OK。Jenna， 你先讲一下你找到什么？六个草莓放在一起，自由和比跟通常的这个比它大很多。是六颗的吗？对。六个并在一起。像这里有比较特别的形状，你就会知道它们就是不会有点像这个。Yes。哎，这颗。我刚刚要拔很久，很难采。它的形状很特别。对。Nice。嗨，丽莎。加油！你喜欢那个车子吗？你用那个车子怎么样？比较快。很多颗吗？又可以拿回家吃。可以拿回家吃，现在也可以吃。我也有吃，现在外面。你有偷吃吗？没有洗的。对，这里也有。Hey, nice T-shirt. I like it. Yeah. Jenna, 草莓奉献给你。They are so cute. What did you say? Emma has a one as small as big as a molder. A molder? 这个很小。熟了吗？熟了。Put it right up in front of your eye. There you go.Hey Bethany， 你采的怎么样？采的很好，采了五个篮子吗？对。太多了吧？对呀、啊，太多了。OK， 安雅，丽莎要回家了。好。Let's go。Sarah， careful， we gotta go home。Go。你要这样子回去吗？现在要分一份，对不对？对，把它整理好。整理。现在一份的弟弟，克奇帅哥要送我们一些特别，好像是这边的特产吗？对，草莓酒。草莓酒。对，是农会酒庄自己酿制的，大湖农会的产品。好厉害！所以您是负责哪个部分？制酒。这支典藏青梅，我们2018年的世界布鲁塞尔酿造酒金牌。哇，金牌的。对。孩子们，不好意思，我不能跟你们分享。OK， 爸爸晚餐的时候，如果要放松一下，我就喝一口。这个我们2021年、2022年的时候也有得过世界级的奖。哇，大湖 Farmers Association， yes， yes。请问一下，要怎么喝这个比较好？要冷藏。冷藏。不要加冰块。不要加冰块。水果酒都冷藏过后会比较好。好特别，谢谢你，谢谢。会甜吗？
甜的。我们纯果酿的，不含人工香精料，就跟以前酿酒一样，就是加糖跟水果，就这样而已。可以去发酵，对，感谢你们，这个是大湖农会的特产，对。所以你工作就可以常常一直试喝嘞。嘿，是啊，要试喝，我看一下今天怎么样，非常感谢。那个贺启，那个启就是你们启草莓园的启，对不对？非常感谢你。好 ，Yes， 大湖有空要来，谢谢一分少湖你们全家的邀请和招待，我们真的很开心。小孩，你们跟他们说谢谢，谢谢，下次再来玩。每一年十二月到三月份是草莓季节，有空的话来大湖这边的奇奇草莓园，他们有自采的机会，所以谢谢你们招待，你们上货。车子有开了吗？呀。Gonna get stuck. Let's go.谢谢你帮很多忙，你今天有处理掉一整容器的草莓，对不对？对。那现在10:30。对。你还没有睡觉。没有，再看一下。好，那姐姐也许她给你一颗洗过的草莓，你就可以去回睡觉。OK， good job， eat it， that's how it is。很好吃。谢谢你帮忙。OK， love you。Love you。Can I go say thank you to Elizabeth？Good night. Good night. 它已经11:00了。对。有什么感觉？累死了。累死了。做完了吗 ？OK。现在已经有几包了？好像16到17。哇。对啊。你觉得我们会吃完吗？会。OK。What do you say? 看姐姐。挺好看。是什么味道？草莓味道。喜欢。喜欢吗？香香的，不会太甜。住在台湾，要减少糖，大概4倍。美国人的甜点很甜很甜。嗯，这样你就可以喝很多，不会太腻，对不对？对。谢谢你，摄影师，我也帮你介绍。要帮你介绍吗？嘿，你长胡子了吗？嗯。长没胡子吗？没事，我帮你介绍。你要帮我照相吗？对。Okay, is that good? Don't drop it. Whoa, don't drop it. See my face? 干杯。干杯。このストロベリーミルクはとっ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ね。美味しすぎる。
good, huh? It's so good. Yeah. Okay. 怎么样？好喝。这有什么味道？有倒不出来的味道，有一点酸酸的，有草莓的味道。请问一下，美国人会觉得这个口味怎么样？他们会觉得不够甜。那台湾人呢？会觉得刚刚好。Yeah. Hello. 你们自己采的草莓，现在可以吃很久，对不对？可以做不同的东西。嗯哼，大概快二十包吧。哇，二十包，好多。艾伦，谢谢你做的奶昔，草莓奶昔。不客气。你觉得味道如何？很好，我们平常会加比较多的。What？ 你在咳嗽？你说什么？我们平常会加比较多的草莓，可是今天在拍影片没有加那么多。OK。Cheers。Cheers。Is it good? 你说那是什么？这是那个奶油。Whipped cream 吗？对。Mm-hmm. Yep. Good.Put down, you guys. We'll put down. Sarah, what are you saying? 那个掉下来了。草莓掉下来吗？对。在哪里？在那里。在晚上。过几天。笑了。Okay. 好吃，有这里有草莓，这里也有草莓。Sarah, what is Bethany eating? Some cake. Eat some. How is it? Good.丽莎，好吃。好吃。有没有吃到草莓？有，这边跟这边，跟这边跟这边，跟这边。太多了吧？我害怕。你在帮你的妹妹吗？对。老大，老老幺。老幺在看姐姐。你抱她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觉得他很可爱。然后你要吃吗？对。好大口。Good job。嗯。好吃吗？嗯。大口。哇，糟糕，太大口。不会太甜，新鲜的味道，草莓酸酸的，嗯，试试看。吃东西很有气质，虽然那么大口，不过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对。现在换你喝草莓奶昔。草莓奶昔，干杯！你喝了吗？喝了。嗯。What did you say, Olivia? 你已经喝了，可是是我的杯子。Okay. 很好喝，不会很甜。我喜欢追求不是很甜的饮料。不好意思，我爸爸现在要吃草莓。Sorry, 你不能吃，你不能吃，妈妈也不能吃太多，不然你奶就会有问题。Okay. 爸爸先吃一口，爸可以看我吃。对。
good. 谢谢谢谢，很好吃。OK，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我们真的很高兴可以去奇奇草莓园，看到一分还有少虎大先生，谢谢他们的招待，我们很享受。谢谢你们也花很多时间处理那些草莓。我们一天弄到几点晚上？记得吗？11点半，快要半夜的时候才完成。那现在冷冻库就是满满的很多草莓，所以谢谢奇奇草莓园的招待，你们的邀请。有空的话去大湖去采草莓。谢谢你们收看，我是老罗 Steve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All shall be well, all manner of things shall be well.